大家好，我是小英子的爸爸。今天是六一六，传统风俗，哎，杀燕儿。这个目的是那个血哦，要祭这个门槛啊，祝院子。传统风俗。前一段时间有网友问，小英子奶奶到那个地方去了？小英子奶奶在那姑妈家哭了，也耍了两个月。嘿，小英子奶奶回来了，你看。哦，今天我们撸一撸杀燕儿。哦。哎呀，我这些有孝顺嘛，等我回来的噻。嘿嘿嘿，不是等你回来，今天是撸一撸，今天是。这个是燕公，燕公没叫唤，这是我的搞懂了。没叫不唤，不是哈哈的意思，燕公哥。那嘎嘎的意思，那燕婆。哎呀。一些的错，今天家家户户都要整这个东西，就相当于过年吃燕窝一样，那个给的。我们家前面的鱼塘风景。美，巧了，熊熊大火，不破了，火起来。今天是六一六啊，每家每户的话都要整个鸭碗来弄来吃，这是呢，国庆的传统。这丰收啊！哦，丰收习惯。小英子来了，哦，哎，咋个站过来嘛？不过了，回去哄爷娃儿，难过哈，够了，不得了哦，干不完，只有两三个人。真的没得喽！哦，喂，上下下我的腰了，知道吗？上下。哦，哦，小英子奶奶回来也干了这个撸一撸的这个燕窝的头去了。哎呀，把人怕火！我是这个老客，啊，这个。哎，有毛哎！